是土地，土地之鲜艳地，做官大地，大地辽阔无比。翘首蓝天，蓝天无垠无边，飞出天际，更无极目的终点。越高这边的法师，这边的泰国妹妹们，他们对我们的服务都非常的好，环境很优美，都对我们想得很周全哦。这个睡觉的地方哈、哦，餐饮的餐厅哦，禅修的环境都非常棒，都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。禅坐呢，对我们一个修行者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禅坐能够呢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止定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在念佛能够又加上了这个定啊，这个禅静啊，非常的重要，对我们修行上很大的一个帮助。生老病死的共难者，心越升华越高尚，不向欺凌伤害，不再混乱其实憎恶。世界无疆域，无国度，一片乐土，共享所有的一切。俯视土地，地之鲜艳地，坐观大地，大地辽阔无比。翘首蓝天，蓝天无垠无边，飞出天际，更无极目的终点。越高越看得远，幻目似孤，好似掩面至天边。无论是太阳或是月亮，星辰，地球终究是圆的。当心升华也是这样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很快，应该有一些闪光的地方。我觉得闪光的地方就是我们修习功德密的时候。我觉得打坐和禅修呢，是由内向外，内外相应的话，你才可能接触到真理。人如果可以从内向外找到了真理，他就有坚定的信仰。而且法身寺的禅修是很简单，但是又很深，就是让我觉得法身寺是很适合现代人的一个地方。我从来不知道禅修打坐自己可以做到，坐下来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更觉得身心很自在，让我觉得全身的舒畅，更接受到这边磁场能量的滋养，非常好，非常棒。生老病死的共难者，心越升华越高尚，不向欺凌伤害，不再混乱其实憎恶。世界无疆域，无国度，一片乐土，共享所有的一切。世界无疆域，无国度，一片乐土，你我拥有美满的幸福。